好，很高兴又看到大家，虽然现在人数稍微少了一点那样，我还是很开心可以在8:50的时候就看到大家，应该等一下就会人会比较多了这样。好，那今年今天就是今年最后一次上课了，下礼拜就是明年了这样，所以先跟大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有要跨年的就趁还在大学研究所这阶段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接下来工作之后应该就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去做跨年这样子。好，所以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样。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单元这样，上礼拜我们所教到的是第8个单元把它结束掉，是一个自串的一个部分。好，自串那边我们有学习到一些怎么样子去储存自串啊，去做自串的处理啊，譬如说复制啊，或者是连接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自源的一个部分。好，那一些接下来的部分也都会用到这样。那今天这个第9单元算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名称叫做递回这样子，叫 recursion 这样。待会你听听看，你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有些题目，有些你要解决的问题，譬如说同样还是以大家的譬如说专题为主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你的专题里面有些问题，它是可以有些问题的特性还蛮适合用这个递回来就是来解决的这样。那等一下你可能会发现说，它很容易跟一个东西搞混，就是回圈。就说有一个问题，可能有时候用回圈做会比较简单，但有些问题呢，如果你知道递回是什么的话，那些问题反倒还比回圈还要容易更来解决这一个部分这样子。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所以这个主题通常其实也比较复杂一点这样。所以今天的这部分同样我也是会试着讲慢一点，然后看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是再跟我讲这样。那今天会做的一些练习的话也都是以就是团队为主这样，因为今天要思考的问题稍微比较复杂一些这样子，所以等一下的卡户啦这一些东西就请大家就是以组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就要来开始跟大家介绍这个第9单元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有讲义的就把它拿出来，没有的话你就配合着你的课本来看，因为今天还蛮多范例要跟大家讲，让大家了解这个递回的一个观念。好，那观念稍微比较复杂一些，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样。好，那今天我就尝试讲得比较清楚，让大家知道这个递回是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子来做使用这样子。好，所以大家从这边可以先看到说，递回其实是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工具。好，啊，待会开始开宗明义就跟你讲说，有些问题其实还蛮适合用递回的方式来解决，只要你知道递回是什么啊，你有掌握到它的这个精神的话这样。好，所以一开始的部分我会先跟大家介绍递回的观念，然后还有它大概适用于哪些部分。那后面的部分就会是很多范例，就好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看看，看说这些问题如果你知道递回是什么的话，要怎么样子来做解决。所以我们会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去写一个递回的function，怎么样了解这个递回是怎么执行的。其实递回最困难的，应该我个人这样子准备下来发现应该是说，到底递回它是怎么样子运作的这样。所以我们会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追踪，就是 trace 就是追踪，看这个递回是怎么样子运作的，它怎么样子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递回可以用来实现一些数学的 function， 特别是那种譬如说含就是阵列的运算啊，或者是级数的运算，等比级数啊，或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算阶层啊，费伯纳西数列啦，或者是求最大公因数，大家在作业上写过的，就是站在作业的时候，大家应该是用回圈的方式写。今天你会学习到，如果是要求一个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的话，如果你知道递回它要怎么用这样子，也许你会觉得这个递回会很简单。所以这个单元学完之后，可能有些同学听了你也许比较有感觉的话，后续你的一些问题你可能就会想说，那用递回来解。
啊，有些同学听完之后可能还是会觉得，哎，用回圈解就好。如果一个问题两个方式都可以解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待会会稍微比较一下他们的优缺点给大家看，这样子。啊，但是有些问题是特别适合用递回来解的，这样。好，所以其他这些都是范例，譬如说排序也可以用递回来解。好，啊，最后这个我就没有要讲，这个让大家回去看，这个叫河内塔，河内塔这样。哦，就是在课本的最后面，基本上就是有三个柱子，然后要把一个柱子上会有好多个圆圈圈的那个东西，他要把一个柱子的圆圈圈的所有圆圈圈移到另外一个柱子上，哦，然后圆圈圈上面有一些规则要遵守这样。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它其实就非常适合用递回的方式来解，你用回圈搞不好还解不出来这样。哦，所以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再看一下。哦，那基本上我今天会讲到，就在这个部分这样。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怎么用递回来解这个排序的一个部分这样。好，首先我们就先从这个 9.1 开始，哦，就从一个最简单的那个观念来开始这样子。好，那什么叫做递回呢？递回白话文来讲，哦，这个是一般你中文书会看到的名词啊，哦，recursion。这个白话文来讲，就是我们之前有学过 function 嘛，通常 function 就是呼叫别人的 function， 一个 function 里面你会去呼叫别人的 function， 比如说 main function 呼叫你自己所写的 function， 它呼叫的都是别人的，好，过去所学都是这样。但这个递回呢，它是自己呼叫自己，在一个 function 里面，它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不太够，所以它又自己在呼叫自己这个 function， 再去解剩下来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算白话的精神所在，这样他是自己呼叫自己，不是去呼叫别人。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蛮奇怪的，就是为什么一个 function 可以自己呼叫自己。待会你会看到一个 function 如果可以有这个功能的话，它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逐步的变得很小。哦，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它可能有100个数字，但用递回的方式，我可以逐步把这个问题变成99个数字要处理而已，再变成98、97，一直降到我觉得最简单的问题形式，譬如说只有一个数字，好，只有一个数字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好，所以你可以把它想，一开始才会跟大家讲说，它是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法，它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做切割，切割到一开始这个问题可能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那我们就做切割。切割到最小我们可以处理的为止，好，然后再用这个解法再去扩展到把整个问题给解完这样。所以这个递回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呼叫自己，或者他是他被包含在被呼叫的过程当中这样子。好，所以他的这个整个过程的话，他会一直重复的去做自己的这个 function， 每一次做的时候他的 function 的参数 input output 的数值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啊，这样子等一下很神奇的，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这样子做，居然就可以把一个问题给解开来这样子。好，所以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它跟 loop 很像这样子，就是你待会会发现，同样是那个问题，如果不要用递回解，它也有可能可以用 loop 来解。啊，只不过说用递回解的话，有时候在观念上你会觉得，哎，如果知道递回，它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这样。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替代品这样子， alternative 就是选择啊，或者是替代品。有些问题你觉得 loop 你不喜欢写 loop， 不过通常一般应该是 C 语言学完或 C 加加学完，你应该会最会写的应该就是 loop 这样子。哦，那但是有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说，哎，用 loop 好像不太，好像很麻烦，哦，那你就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用递回来解。什么样问题特别适合用递回来解呢？就是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些问题，这问题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你不用递回解的话，它就会变得超级困难，哦，就会变得你要用回圈来写的话会超级困难上。哦，所以一般适合用递回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分解成一种特定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下几页大家会看到，只要那个问题可以分解成那个形式，你就一定可以用递回解这样。哦，啊，那些问题假如倒过来讲，假如你不用递回解的话，它可能是非常困难在做解决的这样。特别是等一下学完之后，你可以看最后讲，课本最后一章的，没有，课本最第九章的最后那个河内塔那个，如果你要用回圈来解就很困难。好，不过在讲义里面的问题，你应该可以看到，其实
好像大多用回圈也都可以解。所以这讲义其实的重要目的是让大家了解递回是什么。啊，至于那个问题是不是只有递回可以解，那这个大家就到时候再做评估。当你遇到比如说你 project 要解决的真正问题的时候，你先了解在这个单元里面先了解递回是什么，它的精神是什么，再去思考你的专题的比如说各组员分配到的那个主题是不是适合用这个递回来解这样子。好。好，所以递回的一个重要精神是把一个复杂问题变成简单的 case。好，待会就是他会透过呼叫自己呼叫自己这个function的方式把一个问题做分解。好，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解读递回就是再把一个问题做因式分解，就是把它分解成越简单逐步的越来越简单到最简单的形式你可以去做解决。好，啊，最简单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做分割了这样子。所以如果一个问题分割完之后它还是很困难，我们会再做重新定义再让它变得更简单一点这样。好，这边有点就是文字上的描述，等一下看一个例子，好，你再结合前面这几页的内容来看应该会比较清楚这样子。好，所以用图来看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进行的递回的方式就是一开始这问题很复杂，它可能有 N 个资料 N 笔资料要做处理。那递回会做什么事情呢？它会在它的function里面先把这个资料呢分解成就是N 减一个资料的形式，然后我单独去解那单额外的那个资料。所以譬如说这边本来有 N 个，好，那我就先取其中的一个出来对这个问题做解决，留下原本的 N 减一个。所以这样子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问题的 size 就减了一这样子。但是减了一之后 N 减一这个 size 对我们来说可能这问题还是很复杂，所以这个递回会再继续往下做，哦，那再拿其中的一个出来然后分解成剩下 N 减2，一直分到最后我们要设定一个终止条件。一般的情况来说我们就会把它分解成只剩下就是这个问题只剩下一笔资料要做处理，那这个分解就停了。分解停之后呢，接下来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一笔资料做处理，它就会变得非常简单。这笔资料的答案就可以算出来之后，这两个的答案就可以用来解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再加上刚刚分解的时候额外这个一个资料的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出来了，这个答案就会再出来解这个 N 减2的问题。 N 减2的这个答案再配合这个的问题的比较简单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算出来之后解 N 减1，所以这样从后面推过来它就可以解回原来本来这个有 N 笔资料的一个问题这样。好，所以帮大家总结一下递回的观念就是先分解再结合这样子。好，先分解再结合这样，你若查那个英文单字它应该叫 divide and conquer 这样子，好，就是分解跟克服这样子。好， conquer 大家应该知道吗？就是那个世纪帝国那个英文就叫 conquer， 好， conquer 这样。好，所以它就是把一个本来有 N 笔资料，譬如说你可以想象是1000笔啦或500笔，我现在要请大家譬如说对1000笔资料做排序，或者我要请大家帮我算1000的阶乘是多少。好，等一下你看到1000这个数字的阶乘是多少，如果1000的阶乘倒是蛮容易想， 你用 for loop 一定可以做出来。好，但是现在要让大家换个算脑筋急转弯，换个方式来思考1000阶乘怎么用这个递回来解。好，啊，待会你会看到这样。如果现在这个是1000，好，啊，我们就分解成那譬如说1000阶乘应该是1000乘9000，1000乘999再乘998，那我就可以分解成1000呢我就是等于1000乘上1000的阶乘等于1000乘上999的阶乘，对吗？好，1000会等于1000乘上1000的阶乘会等于1000乘上999的阶乘，999的阶乘等于999乘上998的阶乘，好，一直这样分解下去到最后这个就变1了。好，边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边知道这个最简单问题的答案，等到分解完之后所有子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就开始做结合。好，比如说这边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二阶的答案，二阶配上这个二就是三阶的答案，三阶配三就是4阶的答案，一直推回来就是可以算出来原本1000这个阶乘的答案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图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观念，详细的大家也是可以看课本，它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描述，但是那个大意大概就是我刚跟大家所讲的，
先分解问题，针对分解人这个子问题、子问题、子问题，还有这个子问题，每个这个紫色子问题都是最简单的问题，那个答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有这些子问题之后，把这个子问题的答案到分解到最后，一定都找得出来这个答案，再开始做结合这样子。哦，这个叫做recursion 的这个基本观念的一个部分这样。那待会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怎么样子把这个观念实际在写程式的时候把它 implement 出来这样子。刚刚只是观念让大家了解他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好，待会大家会了解怎么样在程式上面真的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好，所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问题，如果适合用递回来解的话，它必然有一个特殊的格式，这个格式就长这个样子这样。我们会把一个问题呢就是拆解，就是拆解的方式就是说，诶，我可不可以把它做分解，分解完之后如果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 case， 我就直接解决它。譬如说1000的阶乘，1000的阶乘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运算，我拆解成999的阶乘乘上1000，我拆解完之后发现999这个阶乘还是很复杂，所以我就必须在就是这个 else 这样子。好，如果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譬如说999的阶乘，那我就继续拆解，用这个 recursion 拆解成998的阶乘乘上998，一直拆拆拆，终究我是会拆到只剩下1而已，那个1就是这个 simple case 这样。如果已经是最简单，譬如说1阶乘一定答案都知道，这样就是1。等到这个知道是1之后，再配合这个图，把各个在拆解过程中得到的子问题的答案一步一步的合起来，到最后解原来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答案。好，所以这个是等一下你会看到在程式撰写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方式。他会说咧，这个1000的阶乘我先做一次分解，然后看分解完这个复杂度是不是我可以解决的。如果不行，我就呼叫自己的 function。好，因为我的 function 待会大家会看到会包含分解跟解决这样。如果分解完之后 的问题还是太困难了，那我就再自己呼叫自己，让自己这个 function 再帮我做一次分解。好，所以他会一直呼叫自己的 function 来分解自己。好，还蛮特别的，呼叫自己的 function 来把自己做分解这样子。分解到我们可以处理的形式之后，然后来做解决，再把这些答案给解决回来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用一个课本，他就用一个乘法。好，我自己在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像那种建构式数学的这样。好，就是他这边跟你讲说现在要请大家写一个乘法。好，但是你不要用那个你已经知道最简单的方式写，就是 m 乘 n 这样。现在请大家写一个 function multiply 乘法，可以做 m 乘 n 这样子。好啊，这边不是要教大家写的时候就直接写那个 product 等于 m 乘 n 这样。这边是要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适合用递回的方式来解。譬如说我们要做6乘 3， 好，6乘 3 大家已经知道是18了嘛，可是一开始可能小朋友在学的时候不知道6乘 3 是多少。好，所以你们是学建构式数学的吗？那到底哪一届在学建构式数学？我听了很多次，我也不知道。建构式数学就是6乘 3， 它不要这样子做，它要把它变成6加6加6这样子嘛。6乘3就是6加3次这样子。我个人感觉这个递回很像在做这一件事情。好，就是说6乘3，你可以用递回的方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呢？就是想象成6要乘3次。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分解成就是6乘3就等于6乘2再加上6。也就是说本来我要乘3次的，我把它分解成乘2次，然后再加上单独的这个6这样子。好，对，就假设 m 是 6,n 是3这样子。好，那递回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说，那我先试着分解看看。好，就说，如果这个6乘3我可以分解成6乘2再加上6、哦、6乘2就是这一块这样子，加上6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function 这个本身它会做呼叫自己的动作来做分解。你看到这个 function 本来是这样 multiply m 跟 n， 在这个 if else 的方块里面它做了什么事情呢？就 multiply 的 m 不变，但是 n 去减1了这样子、哦、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那我就是把它拆解成6乘3就变成6乘2，好，就6乘2这样子，然后再加 m 就是6这样。然后他进到这个 function 之后会做什么呢？他会开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分解到他可以处理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它定义就是说，假如 n 是一的话，那我就是可以处理了。譬如说六乘三，我就拆解成六加上六乘二，六乘二呢，我再继续拆变成六加六。好啊，加到那个加六的时候，我就可以处理了。所以到那个加六的时候，这个答案就算出来了。哦，就是这个，答案就是六。那这个六呢，就会回归到这里。哦，就是用这个图，会比较容易了解这样。哦，本来是 n 是三呐，哈，啊，我变成六乘二、六乘一、六乘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知道答案了。所以这个六出来，我就可以跟我这个答案配在一起，六跟六相加就是六乘二的结果。六乘二的结果再加这个六，本来就已经知道的六，就会变成六乘三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这样。它必须符合这个格式，在写 code 的时候，的确也是用这个格式 if else。if 就是终止的条件，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往下分解？白话一点讲，也是控制这个function要不要再呼叫自己的function。只要你可以这边可以注解一下，只要他要呼叫自己的function，他就是在做问题，再做一次分解这样子。好，哦，啊，分解的时候这边要注意到，这个是会变成一次，它就会扣一这样子。一般看到都是扣一，一步一步的把最后的每个子问题的答案给找出来。最后再把每个子问题的答案接起来，然后来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这样，所以这个算非常，算非常可以清楚的来知道说递回到底在做什么啊。但是这个问题同时也非常简单，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用到递回这样，这边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你要做连续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数学运算，其实还蛮适合用递回的，只要你可以拆解成这种形式这样。后面我会再多看几个例子，让大家更加掌握到底递回，它使用的时机跟怎么用。后面的程式你都会看到，它一定都长这个格式。if 如果 n 已经分解到它可以处理的，它就不继续往下做了，不然它就是呼叫自己，好啊，但是也去把这个它的 size 再减一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例子是长这个样子。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可能就没那么直觉这样子，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是要这样子，我给你一个字串，好，然后请大家帮我找说，譬如说 S， 好，这个 S 在这个字串里面出现几次，好 ，S 在这个字串里面出现几次这样子，好，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只要你在上礼拜的那个字串那个有学到一些函式，那些函式其实也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就是你可以用字串的搜寻，去找，这个字串有没有出现过？如果有，那就把那个找到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再拿出来再搜寻一次，好，现在不是要找有没有而已，是这个 S 在这里出现几次，几次这样。好，那这个问题如果要用递回的方式，要怎么做呢？观念上来讲，递回是要把一个问题的 size 变小，这个 size 是多少？本来是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617181920，本来有20个字元，你需要去一个一个比对这个 S 这样。好啊，现在呢，我们要怎么做分解呢？那我就是想办法把这个20个字元，下一个问题变成19个字元，再下一个问题变成18个字元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做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我就拿这个 S， 我先跟这一串的第一个字元比。好，如果第一个字元不是 S 的话，我再跟剩下来的 n 减一个字串比，去看看说这个 它到底有没有在这个里面。所以，好，所以你会看到它分解的方式是这样子，他就把这个整个原本的问题拆解成一跟后面的 n 减一。好，如果第一个是我要找的这个 S 的话，那我的这个 count 的数值就加一，但是加一还不够，因为我剩下的这个 ISS 之后的这个东西还没找到，所以呢，我就把它分解成，那我就去剩下来的 n 减一的这个阵列里面再去找 S 出现过了几次。好，所以这边你就可以把那个对照把它想象一下，这样，就说本来我要在这20个字元里面计算 S 出现几次。我就是先把它分解成，那我就是看第一个是不是，如果是我就加一，好啊，但是剩下来的19个我还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就把问题分解成，我就在剩下来的19个
字源里面去找 S 出现几次这样子，哦，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啊，如果这十九个里面一样，它就继续再做拆解。我看十九个第一个 I 是不是我的 S？ 好，哦，如果是，看好的就加一。好，哦，啊，但同时我在剩下来的十八个里面继续去找这个 S 出现几次。这样子把那个问题从二十个字元、十九个字元、十八个字元，这样一个一直找到最后这个字元，最后再把我每一次寻找过程计算出来的靠的数值给整个加起来。哦，比如说第一次找的时候 M 不是 S， 所以靠的那时候并没有加一。接下来子问题这一块，我拿子问题的第一个出来看 I 它也不是 S， 也没有加一。啊，但再分解一次变成这十八个字元里面的时候，我再看，欸，第一个字元 S 就是我要的了，那个时候我就把 count 加一，剩下来的 SIS 这些再继续往下分裂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就看，这个 main function 这边呼叫了一个这个 count 的这个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待会就会变成递回的形式这样。这个 count 的 function 就是你给它一个字串，然后跟他讲他要去找什么样子的字源出现几次，这个 target 就是我输入使用者输入的那个字源，譬如说前一个例子叫做 S 这样子。那在这里面大家仔细观察它里面的形式这样子，就长这个样子这样。前面这个是一开始的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个 if 这样，if 就是说，欸，如果输入了字串第零个字源就是终止符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输入的字串已经是空的了，如果这个字串已经是空的了，那这个答案一定是零，就是这个 count 数值一定没有东西这样，因为它就没有字源让你数了，这是终止的条件。你看到递回一定有一个 if 跟 else， if 就是终止的条件， else 就是在做问题的分解。好，所以你看哦，这边一个问题进来，譬如说刚刚这个字串有二十个字源，一开始进来它一定不是空的一个字串，因为它有二十个字元，所以这个 if 一定不成立，它就进这个 else。好，那这 else 呢就会做什么事情？就刚刚所说的，它会先拿目前字串的一开始的那个字元跟这个我要找的字元做比对，如果是的话，那我就加一个一在这个 answer 这一边。但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是我还要继续分解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我也只有看这二十个字元的第一个字元是不是，如果四就加一，不是就零啊。但这十九个字元，这个答案我还不知道，所以我要继续呼叫自己来针对那剩下来的十九个字元继续做处理。好，所以这边紫色这一块就是大家要特别看的，这个就是它做分解的动作。只不过这边分解的时候要注意到，因为它是字串，好，字串第一个字元如果我处理好之后，接下来我想要从剩下来的字元再继续处理的话，那我就要拿这个字串的第一个位元当做拿它的位置送进去这个 count 里面，它才会从这个字元开始往后做寻找这样子。好，所以一开始整个字串的时候，你可以用字串的名字丢进去，它本来就会从第零个字元开始找。但是你一旦呢分解了这个字串之后，你想要从这个开始找，你就必须丢这个字元的位置给那个 function， 它才找得到后面的这一串字串。以此类推，如果你要从这个开始，就要丢这个 S 的起始位置；你要从这个 I 开始，就要丢这个 I 的起始位置。所以这一边它才会这样子写，就说我丢一个字串给你，好啊。如果你分解完之后发现说，欸，它不是这个最简单的 case， 我还不能够知道答案，那我就继续分解问题。好，那分解问题的时候，我就从你丢给我的字串的第一个位元，也就是第一个第零个，我已经处理完了，我丢第一个位元的起始位置到自己呼叫自己的 function， 所以这个 function 就会呼叫它自己。但是呼叫的时候，它是从以这个例子来说，是从这个 I 这边 M 已经处理完了，它就从这个 I 这边继续做寻找。好，哦，啊 I 这边它会发现，哎，那继续还不是最简单的 case， 好，哦，啊就是 I 再分解成看 I 是不是，然后看剩下的十八个字元，一直分到最后这一个，终究这个 S 它会全部都考虑完，它就会变成那个 simple case。这边所说的所有的资源都被你处理完了，那这时候就是要开始收集答案，把这个答案给产生出来的时候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这个整个运作流程在 9.2 那个章节还有一个图，很清楚的一个图，让大家知道
到底地回是怎么样子来做运作的。这边主要的观念是让大家看地回它有两个部分所组成。第一个是在看这个分解问题的动作该不该停止了。如果已经到了最简单的 case， 它就停止，要不然就继续分解问题。分解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它要把那个 size 问题要处理的资料量再去减一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这边大家看一下这样。好，说如果你有做一些自串，你可以这张学完之后回去思考一下，你目前正在做的那个专题自己分配到的部分，是不是有适合用地回的地方？会不会你本来完全一头雾水，根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就算有回圈，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搞不好你这边用地回的方式来思考，你就可以找出答案了。如果你把你的问题拆解成199、88这样，98这样一步一步的化简的话。所以这个程式做出来就是说，譬如说我输入这个字串，就 this is the string 这样子，然后我想要找说，t 在这个里面出现过几次，好、哦、啊，这样做一做，它就会回报5给你这样子，很神奇的，它就会帮你把每一个这个字串的每一个字元都比较过，然后还帮你把这个答案给整合起来，只要你这样子写，好、哦，所以你在 code 看起来这样子还蛮简单的，好、哦，就这样子写，自己呼叫自己，它就会做。啊 ，for 回圈就要看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写 for 回圈太多条了，觉得很复杂，会不会这样子写比较简单？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部分 9.1 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想要我再多做说明的部分？好，所以这边大家 9.1 先掌握到一个观念，所谓的递回是在分解问题。跟整合分解完的问题的答案这样子，我们需要在这个程式里面跟这个function讲，它什么时候该停止分解问题。如果还不到停止的时候，那在程式里面我们怎么写一些方式来让这个function本身可以分解自己的function？好，像这边这个是字串的处理方式，前面这个例子呢是数字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自己要处理的资料类别，也许可以拿这个来当做一个范例，好、啊、你就可以知道，哎、欸，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部分这样。好，那如果大家都还 OK 的话，那我就先到 9.2、哦、啊 ,9.2 里面大家会看到它会让大家看一下说 A 个递回的function它怎么样子来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哦、特别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观念。一个递回呢，它会把问题先做分解，先依照一个顺序做分解，然后再把这个顺序倒过来找答案。哦、所以分解问题跟找答案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哦、就像这个再用这个图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就这个图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你就会比较清楚地回在做什么。分解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找答案是这样子回来的这样子，所以它必须要两道步骤。好、哦、啊，但这个步骤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出来这样子？哦、待会你会看到它会用到前几章所教到的一个叫做堆叠这个观念这样子。好、哦，堆叠大家还有印象吗？堆叠是什么？堆叠 ，stack， 它的观念用一两句话来说是什么？先进后出。哎，先进后出，啊，或者是后进先出。好、哦，你可以看一下哦，它的堆叠的方式就是先进后出。我这个 n 这个 problem 分解成 n 减一的时候，我会先知道这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呢，是还不会马上就成为最后答案，它会先被堆进去最下面。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会堆在第一个问题的上面，一直到最后先出来的是这个是后进，最后才解决的问题，它的答案会最先出来。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解决本来的 size 2的 problem， 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再配上本来有的这个资讯，再去解决 size。三的 problem 一直回去，所以这堆叠在 C 语言，这个大家实际上不会真的碰触到那个程式语言，是那个编译器会帮我们做好，它就用一个堆叠的观念来实现这整个过程，就是怎么用这个顺序分解问题，然后还要用倒过来的顺序把答案找出来，它是透过堆叠
找出来的。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9.2 就会讲到这个观念这样子。好，不然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课本突然间要提一个 9.2 那个堆叠的观念这样。好，所以 9.2 会跟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名词，让大家来知道说怎么样子去追踪这个递回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好，所以递回因为它会被呼叫好几次，每一次呼叫它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叫做 activation frame 这样子。frame 你可以把它称作为画面啊，或者是就是一个某一个时间点要做的事情。frame 可能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我很确定你们打电动一定有碰触到这个观念这样。你们打电动譬如说玩那个即时战略的时候应该会很看重显示卡对吗？显示卡不是会显示说你这个画面，你显示卡好的话你这个画面每秒就会有几个画面跑出来，一般应该要60才很好对吗？你显示卡你知道就18这样子啊，或者是10这样子，那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电动呢会一个刀呢它会卡住这样，咳咳咳这样子卡这样子。好像像我以前就为了要玩那个叫什么类似那一种，然后就我的显示卡很糟这样子，我就完全那个一点都不顺这样子。然后我看我最近学生买了一张什么1070的显示卡啊，一张他说多少钱？10000多块一个显示卡。然后说还有更高级的吗？他说有1080啊，那张30000多块。我说一个显示卡要30000多块这样子。好，所以 frame 就是一个画面，你的在打电动或是看电影的时候，每秒输出多少个画面给你，那个就是 frame 就是画面这样子。所以画面其实是跟时间是有关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再回想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递回那个观念，它是不同的时间点，它每一个时间点就去分解这个问题，变成 n-1 的 size，n-2 的 size， 每分解一次要做的事情就叫 activation frame 这样。activation 就是启动啊，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好，所以白话一点讲就是它分解了几个子问题，那些子问题都要需要解决一些事情，每个子问题要解决的东西就叫做 activation frame 这样。好，这名词你倒是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主要就是说你看课本的时候要知道他讲 activation frame 的时候指的是每个 function 自己被自己呼叫一次就叫做一个 frame 这样子。好，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那到底要分解成几个 frame 呢，它就有一个终止条件，好 terminating 的 condition， 终止条件。这终止条件是大家自己在写递回程式的时候必须要定出来的，像刚刚的例子里面它就是分解到剩下一个数字或者是一个字串里面字元都被你拿出来为止，就不要再继续分解了，这个都是终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定义好这个问题，如果要分解的时候分解到什么情况它是最简单的 case， 我已经可以处理了，不需要再去呼叫自己来做就是分解这样。好，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它分解的过程是用这个顺序呢，先把这个问题一直分到 size 最小你可以处理的，接下来再从 size 最小的答案一步一步的整合起来，所以他们两个顺序是完全相反的。这动作呢在 C 语言，在你的 compiler 跟你的电脑怎么实现呢？就用之前所教到的堆叠，先进后出，后进先出这样。你先分解出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必须要最后才会拿出来用。哦，我先把比如说6×3分解成6+6×2，这个六一开始的这个六还不会被拿出来用，我要先解那个6×2，6×2我发现不能解，再继续分解分成6+6×1，到6×1的时候就是我的终止条件了，因为6×1我明显知道就是自己。哦，那这时候呢我就开始把6×1加上那个六就拿出来倒过来拿出来用，变成6×2的答案，再把6×2的答案加上第一步我已经知道的那个6+6×2的6加起来，好，就用这个堆叠来做，先进后出，后面解出来的答案先拿出来用，好，堆叠这个部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观念也许大家之后我想应该一定会用到，应该是在可能写专题的时候你自己的部分，如果你有用到这个堆叠的话这样。好，那因为在每次执行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它会牵扯到更新变数的数值或者是一些参数这样子，所以堆叠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在每次去呼叫的时候我就
分配一块记忆体的位置哦。记忆体现在大家应该都蛮大的嘛，你们的记忆体，电脑记忆体现在大概都多大？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会把记忆体跟硬碟搞在一起，这样子，他会回答我硬碟的容量啊。不过搞不好有时候他真的是讲他的记忆体容量。你们硬记忆体的容量大概都多大？不知道。那、你觉得电脑会不会跑得慢？还好，那应该你的记忆体还蛮多的。记忆体多大？也不知道。4G，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慢？好像有一点哦，4G 现在有点少，在目前的电脑来说，啊，你的多大？忘了。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他的记忆体，我去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啊，他们都会秀他们那个实验结果是用什么机器做的，他的记忆体写1T 啊。我想说我有没有看错这样，不过好像是真的，他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的资源好像很多这样，他的记忆体写1T 啊。不过如果那1T是譬如说某间黄色鬼屋的人跟我讲的话，我就会很质疑了。哦，就是说，我们这个记忆体有1T，我想你讲的到底是硬碟还是真的是记忆体这样子。哦，黄色鬼屋因为有录影不方便讲，你自己回去找，就会知道是我在指什么这样子。哦，就他们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的服务人员专业态度不太好。就譬如说有一次我要去买一个转接头，我问他你们有卖这个吗，他说没有，然后我想说你这间这么大居然会没卖，然后我就自己走到后面，然后我就找到，我就拿出来给他结账这样子。想说你这间这么大会说没有，那不太可能这样子。哦，所以记忆体现在都蛮大的嘛，最少应该有 4G 哦，我猜应该最少有 4G。 如果你有在玩一些游戏的，可能你自己就会把它弄到 12G 或 16G 这样子，这已经很大了， 16G 已经超大了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记忆体的空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划分。这个 allocate 就是划分，记忆体这么大，我总是要规划一个区间。哦，比如说你有 16G 的空间，我就画前 4G， 比如说让你做这个堆叠的递回的运算，后 4G 可能是用来存你的比如说你的游戏里面的资料，所以你的电脑其实是不断的动态的在更新你记忆体里面怎么做配置。只要你这个堆叠，你有写了一个递回，它要开始用到那个资料的时候，它就会分配一块记忆体的位置给它存那些记忆体的资料，变数的名字、变数的内容啊，或是一些参数的名字。好啊，但如果它用完的时候，譬如说你已经分解完，这问题已经分解到最后了，你开始要拿出来，它已经被拿出来之后，那它的记忆体的空间就用不到了。那就把它做 deallocate， 就是把它拿掉，就把它清出来那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堆叠里面牵扯到，如果之后大家对这个电脑怎么运作有兴趣，你应该可以再修那个叫作业系统，作业系统里面就会讲到说，那要怎么样子做记忆体的这个动态分配，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谁要用记忆体，什么时候他不用了，要把它分配资料给他，把这个空间给释放出来，这样，这个是这边要讲的，好，这边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个堆叠的一个观念，这样。好，在讲义还有课本里面，他就用了把这个递回的function分成刚刚所说的这个 frame 的一个方式，所以 frame 就是长这样子，一个长方形的，叫做一个 frame， 这个每个 frame 是不同的时间点。这个例子呢是刚刚所说的6×3这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做这个6×3，假设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没有那个乘法，没有乘那个动作，这个你用了某一种 C 语言，这个 C 语言呢非常神奇的，它就是没有乘法，哎，不对，有乘法啊，对，没有乘法，它不让你用它的乘法，你的电脑怕你啊，不能做乘法，那你就要用这个方式做了。你可以用 for 回圈写6+3次这样子 啊，不过就是你要这样子做的话，它就一开始呢，这是第一个 frame， 注意一下，我们第一个 frame 都是在分解问题，越后面的 frame 呢，它就越接近这个问题分解的最终形式。第一个 frame 呢，我要做6×3，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我要做那个分解的时候有个 if 跟 else， 再让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if 呢，第一个条件是检查它的最简单的 case 发生了没，
这个问题有没有已经分解到我可以处理的形式了。如果没有，我就再做这个问题的分解，好，同时用这个分解完的结果再去配上一个数值，得到我的要的一个答案。好，所以这个是 if else 的这部分，所以你来看一下刚刚那个图这样子。我要分解的时候呢，就一开始6乘3，这个3呢目前还不是最简单的形式，因为我还是要做到乘3这个动作。我想要做的就是我只要做乘1啊，哦，乘1我就不用乘了，我就直接就是自己这样。所以这个3呢有没有等于这个最简单的 case 1呢？这 size 有没有已经降到1了？还没，这个答案是 false 这样子。所以它就必须再做一次这个问题的分解，变成6加上 multiply 62，就是6乘2。好，那这个只要这个程式执行到这里，他就会发现，哎，那他就需要再呼叫自己一次，他就会做这个 multiply 662这个动作，他就跳来做第二次的呼叫他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产生了第二个 frame 的一个部分。在这个 frame 呢，他会检查这时候 n 是 2是不是已经降到我可以处理的 size 1了呢？还没，所以他又做了一件继续做分解这个动作，最后的答案就变成如果你要做6乘2的话，就变成是6加上6乘1。程式之你的 compiler 你的那个编译器电脑看到做这件事情之后，它就会开始再呼叫自己这个function一次。这时候它就发现 n 已经降到1了。所以这时候的答案就是6。这是第一个顺序。这个图呢其实很好用的点是让你看到问题怎么分解。更重要的事情是那个问题分解完的答案怎么样子被整合起来。刚刚有跟大家讲堆叠那个观念嘛，你这个分解完的时候，这个 ANS 答案还不会出来，这个 ANS 第二个 ANS 也不会出来，要最后一个进去的 ANS answer 那个答案才会出来。这个6得到之后呢，它就会回来，哦，看这一条黑色这个线，分解完之后，接下来要找答案，它就会把这个6扔回来，拿来这里，这样，它就开始做6加6等于12的动作，配上这个 return ANS， 它又再跳回去第一个 frame。把这个12再加上这个6，然后再跳来这个 return ANS 变成18，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这样，所以这边要注意到一件事哦，你看这个在写的时候呢，这个程式执行到这里，他会看到要呼叫自己，他就会跳走了。他这个 return 这件事情还不会做，只要他要呼叫自己，他就不会做这个 return， 他会先跳来这里，先算，这边还要再继续分解到这里。这边不需要再分解，它才会真正做这个 return 这个动作。return 回来之后，这个答案就算出来了，它就会开始再做第二次的 return， 在这过来呢，再把这个答案 return 回去。好，所以分解是这样 ，return 是倒过去的。好，它这个过程就是用这个堆叠来进行这样子。这样这个例子大家清楚吗？好，我觉得第一回最困难的、最难想象的就是为什么一个 function 可以自己呼叫自己。他呼叫自己的时候到底情况会变怎么样，你就觉得脑袋快爆掉，为什么要自己呼叫自己，不是应该呼叫别人吗？他呼叫自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图画出来，你就会非常清楚他到底自己呼叫自己目的是什么，这样子他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好，这样子。好，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呢是要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好，先让大家看这个图这样子。我用这个来跟大家讲，这个程式要做什么呢？是使用者会输入一些字，请大家呢就是把使用者输入这个字的顺序倒过来，把这个字给印出来。譬如说他输入 bits and bytes， 那我们就要把它印出来 bytes and bits 这样子。好，这个程式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好，要做这件事情，你用 for 回圈啊，用字串的处理啊，应该也是做得到，啊，只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你还要去切割字元啊，等等的这样。这个如果用递回做，可不可以做？哦，它也可以做这样子。它做的顺序呢，就是说，它会输入一串字串给我嘛，好，它会存在，譬如说这个 Word 里面这样子。那我就看说咧，那我现在就是我有一个 function 叫做 reverse 这 input word， 好，本来我有它输入三个 word 给我，我现在要把它倒过来，好，那我要怎么分解这问题呢？那我一开始呢，就是先三个 word， 我就先拿最后一个 word 先输出出来，然后看现在是不是这个问题已经全部的字都已经逆转回来了，
发现还没，还有两个字还没有逆转，所以我就要自己再呼叫自己这样子。好，所以看这边，如果 n 小于等于一的话，那我就开始印自己的这个我就印这个答案，这样这是最简单的 case。好，一开始都不是最简单的 case， 所以它会进到这个 else。else 的时候呢，我就先输出那个字的最后一个字。好，然后还有剩下来 n 减一个字，我还没有逆转，所以我就自己在呼叫自己。好，所以当它这样子输入了 bits and bytes 的时候，这本来有三个字，这样我在第一个里面，第一个我有三个字要处理，哦，它还没有降到第一，只有剩下一个字，所以它是 false。false 的话就会跑这一段这样，那么我就先印这个准备要待会要准备印这个 bits 这样子，哦，就是印就这边就是把这个 word 的这个把它目前这个 word 给印出来，好，不过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你执行到这里的时候，这个display 这个部分还不会执行，灰色是还不会执行的，因为它会先看到它要去呼叫自己的 function。本来你输入的时候是这样子，好，就说你接下来你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可以输入三个字，它会分别被存起来，好，就 scanf 是存起来嘛，它现在要输入这个 bits and bytes， 你在每一次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它会允许你输入一个字，好，比如说这边你输入 bits， 但是递回的特性，这个 bits 呢，虽然后面有这个 printf， 它不会马上就印出来，它会等到这个递回都执行完之后才会印出来。所以虽然你输入的顺序会是 bits and bytes， 但是这个递回的关系它会先输出 bytes， 为什么呢？就是第一轮的时候它要自己呼叫自己，好，所以这个 display 这个 bits 暂时不会输出，它会先分割这个问题，叫你输入第二个字，第二个字你就会输入 and， 把它输入进去，好啊，它就检查，欸，那现在你要输入的字有没有已经降到零了，是不是已经都输入完了呢？还没，他就会再呼叫自己一次，到第三个 frame 这里。第三个 frame 之后呢，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字了。所以你输入，当你输入 byte 的时候，你就会同时做了这个 display 这个动作，就是这边这个 printf 这件事情就会做了。这个做完之后，递回的特性它就会往回推上一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剩下来还没做，就是印这个 end。好，啊，再上去还没做的，就是印这个 bits 这一个这样。所以这样子，它就会把它给输出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递回它的。其实这个例子是可能你可能会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要让大家看的就是到底递回它是怎么分解问题，跟把这个答案找出来，它们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样。这个文字我就不跟大家一个一个讲，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把我刚刚所跟大家讲的解决问题的顺序再跟大家说一次，这样，就是说它先呼叫这个 function， 一开始 size 是3，请使用者先输入第一个字，好，它发现，哎，现在不是，现在还有两个字要输入，所以它继续呼叫那个 function， 再请使用者输入第二个字，所以一开始都是输入字321，输入第三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然后接下来再倒过来把它输出出来，这样子。好，哦，所以你如果看得懂前面，听得懂我前面在讲这个文字搭配来看，应该就会蛮简单的这样子。好，哦，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样。好，最后这个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的话，这个讲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然后休息完之后回来，要跟大家让大家来做一下练习，用分组的方式让大家讨论一下。等一下我出了几个问题，然后你看现在你接收到的这个递回的观念，待会可不可以直接用在那个问题里面？这样堆叠，哦，这个以前教过了，这样，哦，它是一个资料结构，哦，所以可能你在期末专题的时候，如果你有用到堆叠，你一定要特别标出来，框出来，哦，你要把你的那个程式码框出来，说你有用到这个观念，那我们看一下你是怎么用的，哦，所以最后期末在看那个大家的分数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想要强调让我们知道你有用什么东西的时候，要把它框出来，如果你没有特别框，我们会认为你觉得那不重要，我们就不会特别去看了，哦，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你框了哪些东西出来，来对照我们那个评分的标准，这样，好，有跟大家讲嘛，就是把可能最后一个礼拜有教到的内容，整学期你的
最后的专题有用到哪些东西，然后把它框起来。譬如说堆叠你有用到，字串的复制你有用到，字串的连结你有用到，字源的什么什么，你可以尽量越仔细越好这样子。堆叠就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个储存的资料结构，先储存进去的资料会最后才被拿出来。其实有另外一种资料结构，就是先储存进去的东西会先被拿出来。这个资料结构大家有听过吗？这个好像比较符合大家一般，就是你在学校跑一些行政事务，如果你先去找那个行政人员，但是你最后才被你的案件最后才被处理，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你看，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学校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开玩笑的讲，就是学校叫大家缴学费很快，但是如果你要退费就会超慢，这是我以前的感觉这样子。所以不太可能现实世界只有先进去的后出来嘛，因为这不太符合我们的逻辑，一定有先进去先出来的。这个资料结构叫做 Q U E U E 排队这样子。排队应该就是先来的先那个嘛，你如果要抢什么手机先排队，结果你最后才拿得到，这不知道是什么世间的道理这样子。所以排队 Q 这个资料结构，大家之后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它就是先进去的先出来，先发出请求的人先服务这样子。它这边是 stake， 它是相反的，先进去的后出来。所以在递回的方式，它就是用到这个 stake 来确定说，这个顺序可以让你按照这个顺序输入，但是是按照倒过来的顺序把它输出出来这样子。先处理的这个灰色的这个东西会最后才被拿出来用，第二处理的它就第二被拿出来用，最后进来的才是第一个先被拿出来用。所以你把握这个观念，应该这个 stake 就还蛮 OK 的这样。所以最后一些图啊，大家用这个图应该更容易了解这样。这个呢就是刚刚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就是要让大家看说，我使用者依序的输入三个字，但是这个程式呢我不用透过还要再帮你分解那个字串，只要你就按照我这个顺序输入这个字，当你输入完的同时，我就可以把你的顺序倒过来输出出来。怎么做到的呢？一开始他就说跟使用者说有三个字要输入，就叫使用者输入啊，所以他就输入一个叫做 bit 的这个东西。那这个 bit 呢，目前还不会被印出来，它会被堆到这个，假设这个就是堆叠的那个就是储存的单位，它会被堆到这个 bit 这个储存单位的最下面，然后开始继续分解问题。三个这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已经输入完之后，那么就还剩两个数字。所以他就会把这个 n 的数值由3呢变成 2堆在这个3的上面，请使用者再输入第二个字。这时候使用者输入的第二个字 and 就会堆在这个 bit 的上面，这堆叠的特性，就是先堆进去的它会被放在最下面。以此类推呢，这边两个字之后它还剩一个字要输入，所以这个一个字就在最上面，它也会输入最后一个字叫 byte。 一旦最后这个输入完之后，你的电脑、你的编译器就会按照这个储存的顺序来把这个数字给，就是把这个文字给印出来，它就会先印 byte and bit， 啊，它就会跟它的顺序自然就相反了，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特别的一个东西，这样。所以这个是它拿出来的顺序，这边都是储存的部分，你可以看课本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要看课本这样。那拿出来就是先拿那个 byte。然后再拿这个 end， 最后就剩这个 bits 了，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样。最后这个是要补充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你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好像这个堆叠一个变数就会有一个堆叠嘛，就一个 n 就一个这个堆叠 ，word 就一个堆叠。实际上你的电脑、你的编译器全部整个就只有一个堆叠而已，这个叫系统，对，系统的堆叠。它不会一个变数，这边课本只是要跟大家补充这件事情这样。你如果之后有修作业系统，不太确定我们组上有没有开这门课，不过至少应该资工系应该是有吧。如果你有修作业系统，你就会更清楚说，其实这些资料全部就只有一个堆叠而已，不会一笔资料就是一个堆叠，另外一笔资料一个堆叠，它全部就是一个堆叠，这个叫系统的堆叠。你所有的资料就透过这个
一个堆叠，来把地回要做的事情给处理完。所以这边要讲到一件事情，地回它会蛮耗费你的记忆体资源，因为你所有的资料都要被存在记忆体里面。好，你可以思考看看，如果你的地回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好了，地回，如果你拉地回1000次，你就1000笔资料都要存在你的记忆体里面。好，如果你有100万笔，那你就有100万笔资料存在堆叠里面这样。所以地回，你如果去看课本或者是 Google 说，C 语言地回，你应该会发现到它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你的记忆体可能会爆掉。好，这件事情会变得更严重是什么时候呢？万一你的终止条件设得不好，万一它不会，就跟无限回圈是时间上会拉很久这样嘛。好，回圈是时间上拉很久，地回是记忆体整个爆掉给你看这样，不是真的爆了。我说的爆是指用完，你不要想说像我们电机实验营，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的话，之前有做一个实验是叫大家那个爆破灯泡，就是一个灯泡就弄一弄就会砰啊，虽然我觉得蛮危险，但是好像蛮好玩的，就是好像蛮舒压的这样子，砰。对，我看之前他们是有玩之前做这个实验这样子，就爆电灯爆破实验这样。我刚刚说的爆不是这个爆，我说的爆是指呢，记忆体它会秀一个，你这样弄一弄之后跑一跑呢，它可能不会有结果出来，但是会跳一个视窗跟你说你的记忆体已耗尽。好，有人有用过吗？你的谁的电脑有没有碰过？你打一打，然后说您的记忆体即将耗尽，程式必须关闭之类的。我其实蛮常做会有这个情况，因为我都一次开很多 Word。一次看很多 Word 就会变这个样子这样，所以这个爆掉，关于这个爆掉这个会误会的这件事情，待会下课回来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我个人觉得蛮好玩，这是我上礼拜六在面试高中生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样，我已经测试过了两组人了，应该他们都笑得蛮开心的，所以等一下应该你等一下仔细听应该会蛮好玩的这样子。 好，所以我说的这边我说的爆是说堆叠啊，不是堆叠，地回，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注意到说，它的记忆体量可能会比较多这样子。好，但如果你现在记忆体还蛮多的话，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for 回圈它是比较多，时间这样子。好，所以它们各自有好坏，但有一些问题是一定要用地回才比较容易解决的。好，譬如说前面现在目前举的例子，都应该用回圈也可以做。啊，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看，你就看课本第九章最后那个核内塔。那个核内塔，我个人是比较想象不太出来怎么用很有效率的方式用 for 回圈把它实现出来。它就要用那个地回来做这样子。好，所以那我们还有五分钟。好，那我把最后这个讲完，应该就差不多。对，没错。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地回它每一次的呼叫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想办法在你的程式里面做一些事情，它就会跟你讲，等同于让程式帮你追踪这个地回的执行情况。好，比如说刚刚所说的那个6×3这个乘法这个 code 啊，它呢就是只是在这个乘法里面多印了2行 printf， 你看这里跟这里，这里跟这里这样子。这两行 printf 呢有很大的妙用，所以其实如果同学你程式上有问题的话，其实不管是助教还是我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可以试着加几行 printf 去帮你追踪你的每一次的执行答案是不是对的。像这个今天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这地回呼叫进来，假设你发现答案是错的，那你可以加这两行，只要加这两行字，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在第几个呼叫的时候有没有问题。第一个 printf 是跟秀出来说，目前这个地回呢所收到的资料 M 是多少 ，N 是多少。好，第二个这个 printf 呢是说，当这个答案算出来，它准备要把这个结果 return 回去整合最后的答案的时候，它 return 了什么数值出来。所以你看哦，它只要加这两行字，它就会变成，你就可以看到地回的执行过程。这边跑完之后，出来的答案会像下面这样子。好，你会看到一开始呢 ，m 等于8 n 等于3，这个 n 还不是1，所以要做一次分解，它就会再呼叫自己一次，
在还没跑下面这一格的时候，他就去呼叫自己一次，因为他跑来这一行，他看到要呼叫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跳去呼叫自己了。这个 printf 还没有机会被印到，所以他就跳去呼叫自己，就会印这个。这时候 n 等于2，再过来 n 等于1，n 等于1这边结束之后，他已经不需要再做分解了，所以他就会开始印这个 printf， 这个第二个 printf。跟你讲，现在是做8乘1，他 return 的答案这个 ans 是8。好，然后他就会在网上继续 回去执行第二个呼叫的时候，这个还没有执行的部分，然后就会说现在是八乘二，这时候回传的值是前面的这个八，这个八加上这个八加上本来的八是十六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他每次执行的一个过程，这样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说 可能可以加在你的程式里面，不一定是用在地回啊。我这边要讲这个是顺便跟大家讲，你怎么做 debug 这个动作。哦，一个程式接下来你那 project 少说都有200行嘛，那万一答案错了，你怎么知道是第几行错了？如果不是编译错，你怎么知道是第几行错？好，哦，啊你们就可以试着，哎，一群人试着想一想说，哎，有什么不错的方法可以加入 printf， 让你们可以很快的抓到这个。bug 是在哪里？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